30天冷静期后，我不要车，不要房，不要存款，你还我自由。我放你自由，我可太想自由了，你别后悔就行。妈妈，我也想和你走。好，妈妈带你走。那30天后，不见不散。哎，离开你以后，我还能找到更好的，你就不一定了。要是想回来了就服个软，我看在孩子的面子上，还能原谅你。结婚是什么都没要的爱情，最后留给我的只有一身的伤痕。我以为啊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自由，没想到最近也没人管了，舒坦。你啊，马上就会发现有人管是多幸福啊！哎，你闻你这一身味儿，几天没洗衣服了？懂什么？这叫男人味儿！我看你就是离老婆不能活，没出息。拜拜，老婆。啊，行，我马上回去。你就自由吧，我去陪老婆吧。兄弟，来我家整点钟。算了算了，今天纪念日得陪老婆。亮子，唱歌去。唱啥呀？老婆做好饭了，在家吃吧。啊。最新衣服咋这么难闻呢？我开始意识到，早饭不会自己做好，厨房不会自己收拾，衣服更不会自己变干净。这个家里不再有他的气息，却处处充满着他的痕迹。那一刻，我开始后悔。我决定去挽回他。哇，老婆，你离开我以后变得这么好看了。老婆，我可不是你老婆，明天才是30天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啊？不是，老婆，我后悔了，我不想跟你分开。我也后悔了，后悔当初就不应该什么都不图嫁给你。我们还是算了，不过好歹夫妻一场。你这衣服上味道太难了，这个拿去用吧。洗衣机清洁剂。这洗衣机如果长时间不清洁，衣服不仅越洗越脏，穿在身上还会发痒起红点。每个月都定期用这个墨蒙洗衣机清洁剂就行了，把它直接倒进去，打开任意洗衣模式清洗半小时就可以了。洗衣机一打开就有股难闻异味的，你就3个月用一次。内壁缝隙要是有菌斑污垢的，你就1个月用一次。洗出来的衣服穿在身上痒痒还起红疙瘩，你就半个月用一次。它还有高达3.9的除菌率，坚持使用能让你的洗衣机变得又香又干净。这洗出来的衣服干净，家人穿着才放心。